呢？怎么看到了？我当行人，你扒我，怎么叫我注意点？有行人吗？有啊，刚才你看，你把你有你眼睛，你眼睛有啊？哦，那都是你的问题啊。别让行人吗？扒什么？我要说话了。交通就是有你这种人，好不好？行人地狱就是有你这种人。你真的很可怜。行人吗？扒什么？你在扒什么？我想知道。啊？你我当行人，你扒我，怎么叫我注意点？有行人吗？有啊，刚才你看，你把你有你眼睛，你眼睛有啊？没看到。哦，那都是你的问题啊。讲话注意点。没有，我没恐吓你啊。有，你是恐吓我。我们去派出所讲好不好？台湾要说话了，交通就是有你这种人，好不好？行人地狱就是有你这种人。你真的很可怜，你真的很可怜。